妹妹好，我是旅美艺术家韩墨，破解文化迷思，洞见文化真相，欢迎您来到文化真相频道。拜托新朋友啊，先点击订阅一下，支持一下这个文化类的新频道，非常感谢。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跪拜。跪拜下跪啊，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最普遍的行为，上到国家，下到庶民，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日常，乃至于啊，衍生出一套非常劣质的亚文化，叫做贵族文化，当然是得引号的哈。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在当今中国啊，还是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下跪的行为，这简直是在侮辱人类。我今天就和朋友们谈谈这个令人压抑的话题。首先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些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下跪的情况。2010年4月，辽宁某地的政府门前，几千人集体下跪，要求解决村民拆迁补偿费的问题。2012年5月，福建某地做了十年信访局长的一位柳先生，因为女儿的死亡问题，到市政府门前下跪上访，求市长主持公道。因为他是信访局长嘛，所以被媒体称作黑色幽默。2014年的7月，辽宁某地的考生家长因为招生不公造成孩子无法录取的问题，连续多天集体到教育局的门前下跪，有的家长呢在高温之下晕倒。2015年的5月，湖南某地的民警到县政府门前下跪上访，当场被警方带走。昨天还是抓人的警察，今天下跪被警察抓，这种剧本编剧都写不出来。2018年的11月，某大公司的高管被逼着向 CEO 下跪道歉，引发了网络的热议。2019年的1月，山东邹城200多名村民因为本村的财务问题多次上访没有结果，在前往济宁市政府上访的时候，集体下跪求见市长，多人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各种的下跪事件可以说不胜枚举，不断刷新着人类尊严的下限，令人失望，令人心寒，令人窒息。我们来回顾一下跪拜的这个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啊，下跪是最普遍的行为。祭拜呢，要跪上天，寺庙里要跪神佛，家里呢要跪父母，官场要跪上级，百姓要跪官员，仆人要跪主子，全民要跪皇帝。据说很多官员出门膝盖上都要藏一个小垫子，不然膝盖受不了。有人因为常年下跪，膝盖骨严重变形。那么下跪代表着什么呢？怎么发展出来这种行为方式啊？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下跪？为什么不能容忍现代人下跪呢？学术界普遍的说法认为，跪拜文化是在周代因为席地而坐，要表达歉意的时候就欠欠屁股，样子呢就像下跪，所以说发展到了有了凳子之后遗留下来了这个下跪的习惯，表示尊重。我认为呢，这完全不足以解释下跪的普遍性，也解释不了下跪的内涵，而且它也无法解释当初西周初年周礼当中就有一种稽首礼，那种稽首礼就必须要双膝跪地，并且配合一系列的标准动作来完成的，一般都是祭祀祖先或者是拜见君王。我的观点还是用人类学的思维回溯到原始部落时代，对我来说呢，这样既可以展开合理想象，又不容易被纠错。我们设想在部落之间当初经常打仗嘛，那么一场战争下来抓来了一些俘虏，通常都是要作为奴隶的，那么抓来之后要给俘虏交流怎么办呢？见面的时候怎么防止他们突然袭击各种办法可能都试过，
最后发现，只有双膝跪地这种姿势啊，身体处于低处，行动受限制，这样呢，不容易发起攻击。于是呢，一方面胜利方就把要求俘虏跪下，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另一方面呢，俘虏也愿意主动的跪下来，表示放弃攻击能力，让胜利的一方放心，然后换来活命和相应的待遇。于是啊，这种行为就慢慢的成了一种规矩了。一种规矩一旦形成啊，它就容易被举一反三的扩大化。下跪的扩大化呢，首先就使用在祭祀上了。你既然下跪表示的是臣服，那么对上天、对祖宗、对鬼神都应该下跪啊，才能表示最大的敬意和诚意啊。再就是逐渐扩展到了对上级、对长者这样的尊重。那么长者一定是最后享受的这种待遇的。就在最近啊，我刚刚要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报道，说2020年4月6日，也就是这个节目准备之前的三个月，考古队啊发掘河南纪元柴庄的遗址，发现了罕见的人迹遗存，就是用人殉葬，竟然是一具无头、身体直立、然后双膝跪地的骨骼。这印证了我的推断，最起码成为跪拜产生在商朝的一个证据。那么肯定比这还有更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文化学者，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粗糙，信他们呀，得自信。人类的发展模式几乎都是同步的，这个判断呢，在跪拜问题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在五月份，德国的勃兰登堡州在建造风力涡轮机的时候挖掘出了跪着的妇女骸骨，时间确定在4000年前，那个时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了。我们看跪拜是怎么普及化的。在古代社会下跪它和接受下跪接受跪拜越来越成为拉大身份差距的一种象征。越是往后，跪拜就越盛行。从大臣上朝这件事就可以发现一个尊卑一个社会尊卑关系演化的趋势。你看唐朝的这个臣子当时上朝的时候他是坐着的。宋朝呢就是站着了。而到了明朝、清朝就一律是跪着。皇帝和臣子的这个尊卑差别越来越大。那么上下级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自然也都是同比例拉大了这个尊卑的差距。下跪表示尊卑的这个内涵就越来越扩大化。尊贵者高高在上，卑贱者呢卑躬屈膝，一代一代的心灵遗传深入骨髓，内化成为一个民族的基因。下跪不仅要跪的姿势标准，还要比标准姿势更夸张更到位，那才能表现出对主子的诚惶诚恐、低眉顺眼、顶礼膜拜，也才能够把自己的尊严彻底放弃，把自己的身份感降低到泥土里，让自己显得像狗一样的忠诚，像蛆一样的可怜，这样才能够让主子感到无比的优越，感到尊严受到了无比的尊重，然后呢，不屑一顾的施舍一些可怜。下跪成为奴才的一种本能动作，成为一种潜意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提示，就能够做得很及时、很到位、很完美。在古代中国几乎说从来没有一个动作像跪拜那样被人们研究得无比精深、无比细致、无比深入心灵。跪拜它成为等级社会最大的标志性动作。可以说一部跪拜史也就是中华民族底层民众的血泪史。我们看跪拜跟权力崇拜的关系。下跪这件事情在古代中国范围是一步一步的扩大化的。被跪拜的对象呢由少到多，最早是巫术图腾拜鬼神，到祭祀的祖宗
拜天地，再到拜活人。拜活人呢，先由拜君王，再到拜皇帝，再从皇帝开始啊，往下数，一级一级的都要拜上级。然后呢，是老百姓要拜鬼神、拜上天、拜祖宗、拜所有官员。作为底层的老百姓，是最低贱的，见了当官的都要下跪。权力崇拜呢，就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顽疾，越发展越严重。到了清朝，干脆就把人的尊严啊就彻底打碎了，从一层层官员到普通百姓，对上一律是奴才，对下一律是主子，老百姓呢统统是奴才。在皇帝的眼里啊，人人都是奴才，人格尊严在最普遍的这种跪拜文化当中啊丧失殆尽。所以说中国人啊，终其一生身体上有很多时间都是跪着的，而心灵上呢则一直都是跪着的。跪拜的对象成为一个可怕的抽象物，权力。权力崇拜深入骨髓，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远远没有得到根除。求人办事，请客送礼，这都是权力崇拜嘛，只是身体没跪下。可是到了上访那种程度，求告无门，就自然而然连身体也跪下了。进入现代社会啊，平等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跪拜礼啊应当彻底消失。可是没想到的是啊，已经到了2020年代了，有些人为了自己讨要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和利益，竟然仍然需要用下跪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们一是向当事人下跪，你比如说农民工讨薪，违法者向警察求饶，小商小贩呢求城管开恩，另一类是集体上访下跪，齐刷刷跪一片。发生下跪上访事件呢，当然是政府的耻辱，官员的耻辱。不得不说啊，这是官逼民跪，把老百姓啊欺压到无路可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下跪就成了他们最无奈的选择。但是啊，如果我们仅仅止于谴责强者，同情弱者，那就几乎等同于施暴者，几乎是在漠视这种现象的发生。每每看到这种下跪啊，我在谴责逼他们下跪的昏官或者奸商的同时啊，总是忍不住要以愤怒的情绪投向那些下跪者。下跪是下跪者的墓志铭，可悲又可恨，恨铁不成钢啊。正是他们无原则的放弃权力，放弃底线，不能堂堂正正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把自己应得的权利呢当成别人的赏赐，才导致不得不跪下去乞求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跪下去，你就是把自己摆到了祭坛上，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去祭奠魔鬼撒旦。没有人下跪了，腰板挺直了，才没有人敢对你做出需要下跪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类啊，本来不值一提的现象，像有些电视节目当中，某某明星、大腕、公众人物当场下跪，那是不是比较高尚呢？不管他们跪的是谁，是什么东西，那都是无底线的恶心炒作，令人不齿的哗众取宠行为。就算是向一位普通观众下跪，向一位残疾人下跪，也同样不能容忍。因为什么？因为你心里藏着卑鄙龌龊的潜台词。那潜台词就是说，我比你高贵，你看我还给你下跪，观众会加倍的赞美我。最后呢，又看到了美国荒唐的一幕。在民权运动当中啊，民主党一批政客纷纷用跪拜作为政治表演，这虽然内涵有些不同啊，但是同样丑陋无比。这一点呢，我没说错，不信你看看，这个半个月之后，他们在这些官员在讲话当中啊，就根本想不起来他们跪拜过的那个人的名字了。这更加证明了跪拜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秀。告别下跪这种最丑陋的行为，让尊严的平等成为理所当然，
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一步。侵犯一个人的尊严，也就是侵犯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尊严，全人类的尊严。只要这个国家哪怕还有一个人大脑的中枢神经当中还残存着让他下跪的指令，这个国家就不会好。跪下去只能看到别人的脚尖，挺起膝盖，挺直腰板，才能看见希望和未来。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朋友们留言讨论，我们下次见，谢谢。